好，现在我们来打一下不朽之墓的另外一个玩法，百鬼乱域啊，这个探索玩法。在打之前，先要到这个养成系统里面切换一下技能。在这个玩法里面，主力输出是炎魔，所以就要把炎魔的输出技能给它带上啊。就先带一下炎魔的这个双重暴击，然后再带一下这个重置回合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首次伤害提升。Over。第一天会开放百鬼乱域的前两关。从第二天开始开放第三关，开放时间的话呢是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子，六天时间开放全部的。进去以后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 RPG 探索的一个模式啊。这里有牌子，牌子的话会给一些提醒，但是目前这个牌子设计有问题，聊天窗口会遮挡牌子，想看清楚的话要切换到一个没有人的频道才行啊，才能看清楚，不过大概也能明白是提示些什么东西啊。这边有个地藏像，点击可以擦掉灰尘。最上面可以看到还没有触发的事件，把这个事件全部给触发就行。然后会有商人在这里卖一些东西啊，这个可以分享给好友，也可以刷新，但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是了呀。购买的话用的也是这次活动的货币，本次活动商店货币。这里还可以买到马面的加成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探索里面把这个成就存全部给做完了，把收集要素全部给做完。这里发现一个小纸人，小纸人可以选择一下式神，其实也无所谓啊，主力输出都是炎魔老师的，还选什么式神呢？买式神感觉就是在浪费活动的积分啊，所以那个没有必要买的。然后这个走神啊，看起来像是走神一样的扫把的话就是怪物了，挑战一次6点体力啊，随便带随便带呀，无所谓，因为式神的阵容怎么样无所谓啊，输出还得看炎魔老师，就最好能够拿到一些出场就有增伤效果的式神吧，那些仙姬有结界可以增伤的，然后炎魔老师直接打就是了。好，这边走完确定没有东西，又发现一只怪物，左边看到了一个白色的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包子，黑色包子相当于是宝箱，触碰就可以拿到奖励了。好，屠佛增伤，炎魔一下秒掉，只要配好炎魔的技能还是很轻松的呀。当然也是要把这个活动 buff 加成给刷高了以后，如果牛鬼和马面这两个活动 buff 加成不够高的话可以晚一点啊，不要着急来玩这个模式啊。你看这里出现灰夜姬我就浪费了嘛，那10000积分白买了，可以不用着急玩这个，这个模式在最后一天来玩也是没问题的呀，完全可以等到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 buff 肯定满了，那个时候炎魔随便秒随便过。哦吼，这里路过了一个灯笼啊，这个灯笼的话是用来解谜用的。先擦去一下地藏上的灰尘，可以看到路过灯笼以后，炎魔的身上多了一个红色的鬼火，红色的鬼火来触碰这个红色的封条，就可以解封了呀。就是说，必须要找到两个灯笼，解封这两个石头才能通关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继续，发现黑色的包子。开箱子，这里已经看到这个蓝颜色的鬼火了呀，拿到蓝颜色的鬼火就可以下来解掉另外一个石头封印。好，我们把上面的收集要素全部给拿完，如果不确定还有没有漏掉东西可以看一下屏幕的最上方啊，这里已经显示了，就还差两个黑包子宝箱没有拿，差两个战斗关卡，还差三个随机的线索。好，又开了一个包子的宝箱。这里可以看一下，下面有一个包子卡在这个石缝里面，不知道怎么过去，但是可以注意看一看，有的石缝中间是有裂口的呀，这样有裂口的石缝其实是可以走的隐藏道路啊，也不是很隐藏了，有这个裂口还是很明显的。所有的宝箱都已经拿完了，把这个恶灵打掉，就所有的怪物关卡也都打完了。这个模式里面能自动吗？这个模式里面应该是不能自动的吧，必须要手动操作才行啊，毕竟算是一个 RPG 的探索活动嘛，伪 RPG 啊。好，
那这里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事件还差三个没有收集啊，但是这里已经到出口了啊，这个时候就要去看一下，还有什么是路是可以走的。这里可以看到，这边的话有一个达摩一样的石头，提示你这边可能有隐藏道路，然后这边石头是有裂缝的，就这样走过来，可以供奉一下遗物，又完成一个事件。然后这里还提示有一个传送门，路过传送门传到另外一边就可以看到了。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事件了吧。哎，还差一个事件呢，我们先来点亮这个磁木啊。这个磁木的话要按照丁比银甲来解锁啊，就是4321，先点4再点3 再点2再点1啊。甲乙丙丁就是1234，就根据这个甲乙丙丁的排的顺序来决定先点哪个刺球的。好，4321点完就出现宝箱解锁。还差了一个事件，我们到上面去找一下，到底还差了一个什么事件呢？哦，还差一个小纸人没有拿。好，拿完这个小纸人，可以看到屏幕上方全部都是勾了呀，事件已经全部完成，这样第三关的这个探索就结束了，就可以直接点出口离开本关。像这样，第一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全部都做完了，其实每一关的话都是一样的呀。然后右下角这个队伍可以看到，目前在里面随机拿到的式神还有物品啊，但这些都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我们输出其实就是研磨呀，主力输出就靠研磨，只要把技能给点对，研磨就随便打怪呀。好的，那么关于不朽之墓活动百鬼乱域的玩法就为大家全部介绍完了。另外一个玩法三图轮回爬塔部分的攻略，请看我的上一期视频，进行了各个配置的阵容分析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@隔海晨露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